我是刚刚列车长的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。9月13号，那个报站八堵站。9:12，我报站是1134次，基隆发车。新竹发车，新竹发车，基隆西部干线看到基隆了。引力收一下，10000米，1902举人车，超感动的。这班是1134次，新竹发车，基隆西部干线基隆的引力收一下，10000米，1902全车终于在八路站。东二十里啊，然后4/24准备弄，从花莲往台东不用嘛这样。拜拜，我的4/24就花莲往台东的不用嘛这样在，八站动过了，谢各位再见。